今的很多电视剧都是粗制滥造，台词和剧情一点都不走心，一些流量明星更是以拙劣的演技来糊弄观众，我们已经很难再看到好的作品了。平常看的都是一些烂片，要说起烂片啊，大家总会想起 Baby， 这也不怪大家，毕竟 Baby 的演技真是让人没眼看。但是新任的烂片之王并不是 Baby， 而是关晓彤。关晓彤是童星，在娱乐圈也混了很多年了，但是如今她的演技不仅是没长进，反而是越来越差了。从国民闺蜜到现在的烂片之王，关晓彤是靠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得把自己一手的好牌给打稀烂。在电视剧《好先生》中，关晓彤饰演的彭嘉和还是很有灵气的，她也凭借着这一角色拿下了白玉兰最佳女配角奖。关晓彤也是这个奖项的拥有者中年轻最小的，可见她在演戏方面还是有能力的。这两年关晓彤接的剧全是烂片，没有一部是能拿得出手的。首先是《九州天空城》，这部剧虽然烂，但是在关晓彤近两年拍的电视剧中评分是最高的，只有 5.0 分，这分数也是很可怜了。然后就是《凤求凰》，关晓彤在剧中的造型实在是辣眼睛，她的发型也被网友吐槽像缝纫机，演技更是尴尬的没眼看。接下来我们再说关晓彤拍的《极光之恋》，这部剧也刷新了烂片的新高度，分数也是史上最低分 2.6 分。从这个分数上看，你就知道这部剧的剧情该有多尴尬了。整部剧中剧情太狗血，观众们都看不下去了，而且演员们的演技毫不走心，这部剧拿到 2.6 分是问心无愧。还有最近热播的《甜蜜宝鸡》也是出自关晓彤之手，当然了，这部剧依然是烂片，也是这两年来的每一部电视剧奠定了关晓彤烂片之王的基础。 Baby 见到关晓彤都要感叹自愧不如。关晓彤是流量明星，虽然本身的人气很高，但是还是应该多磨练一下自己的演技，拿自己的实力说话。新任的烂片女王关晓彤是实至名归，观众们也都很认可，希望关晓彤能好好拍戏，多想想怎么把自己的戏给演好。如果只知道一昧的捞钱，最终只会被观众们厌弃。网友们，你们觉得关晓彤是新任的烂片之王吗？欢迎留言评论吐槽，转载网络，青山。